放心吧，内部票不会有假，8000块。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内部票？认识人就有，你问这么多干嘛？到底要不要啊？我买，我买。喂，搞什么？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票？是不是卖假票？你是不是黄牛？喂，别跑！让开！你个黄牛！让开！卖假票！让开！让开！站住！ 站住！不许动！站住！不许动！放开我！我们这次联合警方成功拘捕了黄牛炒票的。我们每个星期呢都会约出来饭局，就是吃饭啊，饭局 ，OK， 饭局。乱说！你乱想。在哪儿啊？这周。 喂，美女，这位呢就是 S N K 的主播徐小薇。快坐下，每晚在电视上见到美女，本人比上镜漂亮啊！漂亮！你为什么带我出来呀？单凭我一个人呢，就打听到黄牛票的事，我现在叫一大帮人一起帮你，更有效率啊！啊，对了，各位大哥，上次跟你们说的是考虑好了吧？喂，我们每天下班都会聊聊八卦，家常便饭。 你想知道什么就问喽，不过有电视台跟进呢，肯定更好。我们聊完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看他们都愿意帮忙。这样吧，我先敬你们一杯，以后麻烦大家帮我留意。别这么说，干杯！哎，只可惜包比来不了，他是你铁杆粉丝。他为什么来不了？他撞车进了医院，都怪那些飞车党。 徐小姐，有没有兴趣为民除害啊？在大帽山那边，凌晨3、4点钟，有帮人在那儿飙车，搞得跟格林批制一样。波比就是这样，撞车住院了。